是嘿呀，大家好，我是那个超人，我们介绍继续我们的沙丁威尼这样，那我们就你干嘛给我啵？好吧，谢谢。虽然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要给我啤酒。好，然后我们今天下来继续我们的沙丁威尼了，那我们就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吧。然后今天应该也是我们的最后一集了，对，我们的沙丁威尼第170集吧，没记错的话，对不对？170集，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集了吧？也许吧。好，那我先跟儿子女儿讲个话，然后我们就走吧。7点多哦，不要跑，不要跑，不要跑。好，然后我们也好像玩了挺久的嘛，对不对？我先把东西给丢丢，太多了，太多了，带出走有点麻烦。这样子，然后这一个啊，不，这一个，没有了吧？这样子，好，啊、还有你 ，OK， 好。然后我们先把那个东西给处理掉吧。虽然说最后一天还是要把东西给处理一下。16，走吧。我们先把这边给拿掉，然后先把它们给放进去，还有这里。好。然后我们还有我们的这边，我们先把东西给放进去吧，带着走不太方便。这里 ，OK， 好，走吧。然后还有我们的史莱姆地区，先把东西给放一放。然后我们又差不多要出发了，这个吧，来，帮你们浇点水。OK， 好，那我们再把这一个给放回去。你看，不同颜色的哎，有一些深，有些浅，不错哦。然后我们再去一下温室哦，好久没来温室了，是不是？我们来看看一下温室好了。我们的那个南瓜还没长起来，然后这一个是我们的马铃薯，已经长了。然后接下来就是这里，这里是我们的那一个。水果养殖场没有啦，其实这边是住着一些蝙蝠啦，会带一些水果给我们这样，对。然后这一边是我们平常来就是拿一个树枝的地方，对，大概这样子。然后我们先把东西给丢一丢，然后这个放过来，好，然后这个放过来 ，OK， 然后剩下的可以丢了，差不多大概这样子。好，那我们再拿出我们的。我看一下，这一个拿出来好了，然后这一个跟这个，把，对啊，我拿对吗？有吧？走吧。那我们先把鸡鸡牛牛羊羊处理一下。嗨，还有谁？这里，还有你。好，大概这样子应该就 OK 了。然后我们先把这些全部给放下来。还有这一个啊，你干嘛在那边？等一下，走开，给我放相机。走开。好，大概这样子应该就 OK 了，走吧。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牛牛跟羊羊，对，我们的羊。然后这是我们的猪猪，然后这是我们的绵羊，然后这是我们的牛牛。我记得我第一只牛是白牛，对不对？然后这是我们的小羊，刚出生不久的小羊。然后啊，等一下，你不要动。好，然后这里啊，不要动。哦，它接米牛奶，好吧。然后我们先把鸡群给放下来。好，大概这样子。10点了，走吧，我们去逛一逛这一天。这一天我们就拿来逛逛街好了，反正也很久没有逛一逛了，对不对？然后先把这些全部东西给丢下来。大概这样子，走吧。然后我们先去下面吧，去找我看巫师还有玛丽他们，走吧。哦，还有神秘商店，坚信一致。我们一起去一趟神秘商店，看看今天有卖什么特别的东西。嗨，好久不见，今天还是一样普普的。那我们走吧。我再去找一下巫医的话大概这里。好，走吧，这里 ，Let's go。
嗨，好久不见，给你 ，OK。然后这一边有人说还有其他，应该是说这个柱子吧，好贵哦。等一下，我可以不要中吗？我可以不要中吗？好贵哦。等一下，天啊，超贵。我走吧。还有一个是传送门，对，就是你可以传送到那一个海边跟那个山上这样，对。然后我们再来这一边，这一边有那一只小猫在哪里？掉，我这个路痴，等，没记错是这一边吧？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希望有啦，希望他不呢，没记错是这里。我觉得我应该是记错的，哎，还有路，那应该是没有记错 ，OK， 没有记错。然后这边是我们的小猫，小猫还是小老鼠，然后卖的那个帽子这样，对，好久不见，那我们走吧，12点了，先去玛丽那边买点草吧，甘草，我们没有甘草了，刚刚好那个冬天玩，刚刚好甘草也玩了，成假的，什么鬼东西，走吧，这个顺便打一下 ，Let's go。那我们先上去找下玛丽买一点甘草，因为现在冬天我也没办法，就是割出一些甘草出来这样。走吧，上面哦嗨，我们的史莱姆到现在没死啊，我们的外星人还记得吗？那我们先过来，嗨玛丽，我要的是这一个，然后我们先买100个好了，100个，谢啦。然后我现在给你东西。拿去，然后那一边他给他没问题吗？还是变好了，免得等一下我要被揍了。走吧，然后我们接下来再来这里，然后下面那一个屋子是莉亚的屋子，对，我没有记错。然后这边是那个小弟弟小妹妹住的地方，还有 Alex 对不对？那个没记错应该是叫 Alex。 然后全家人出去了呢，那就算了，走吧。 Hi Alex，我不能送你东西，等下我又要被爆了。然后我们再来这里。哦，剧情，真假的 ？Emily， 居然有剧情！等一下，为什么感觉怪怪的啊 ？Wha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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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哈？这什么鬼东西？等一下，这什么鬼东西？没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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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啊！什么鬼？什么鬼？Why are you here？ 为什么你在这里？我有彩虹哎。这什么鬼？这什么鬼？等一下，这什么鬼？然后呢？然后呢？所以呢？点点 ，They remind me of something. Even the tiniest lander singles light holds a wonderful secret. 他说，就算是一个落不足道的那个光，也是有那个秘密这样。Now I know why you are here. This is shine. 哈哈。他说，他知道为什么我会在这边呢？是一个那个标记，是一个暗示，是一个啊，算了，总之大概就是那样。哇哦，为什么 Emily 会在这种地方？感觉好神奇哦！等一下，快起来了。哇哦，然后呢 ？Unit, this is something special about Unit. Our destiny will intersect. 什么？觉得我很特别吗？谢谢。好啦，我来送你东西罢了。好，拜拜。大概这样子应该就 OK 了。那我们走吧。然后这边的话是我们的地下室，然后在这一边的话就是我们的海边。我不想去海边。然后再过来这里的话，那边是那个村长的家。在这边的话，这边有一个博物馆，我、哦、博物馆还没收起，都说可恶。然后这边是我们的提浆补，哎，我顺便把我东西开一开，卖一卖好了。然后我们这边就一个小快转喽 ，Let's go。好了，我被抛满了，然后我们就走吧。
开到差不多应该就没有问题了，不要你那么多了。我觉得我先把一些东西卖掉吧，因为背包真的有点满。我们卖掉，这一个跟这一个好了，大概这样子应该就 OK 了，三个，好，走吧。因为背包真的太满了，那我们顺便把这一个给挖起来啊，对啊 ，OK 好，走吧 ，missing。然后在上面的话，这边就是那个九甲，对，被倒闭的那个九甲商店这样，九甲超市，嗯，倒闭了。那我们再过来这边去找一下爷爷奶奶好了，感觉好久没有来找他们了，走吧，这里，好。然后爷爷，给你，奶奶，给你，好，3:40了，我们已经差不多拜访了七七八八的话，还有 Gas， 大家没有忘记你 ，Gas 很重要，因为他是我常常来这边待的那个地方的一个地区这样。为什么 Alex 在这边啊？天啊，那么早来喝酒吗？你觉得你这样子对吗？他还有卖东西耶，我们买一杯咖啡来喝好了。好，大概这样子，然后这样子啊，掉 ，OK， 好，走吧，这样子就行了。那我们又要去别的地方 ，Emily 那个 Emily 要来做工了耶。哦，这是 Ken 跟他的老婆，他老婆叫什么名啊 ？Jen 吗 ？Jody， 哦，我会忘记名字，对不起。然后这边是医院，然后这边是那个商店。好，然后我们再来这一个地方吧。天啊，好久没来这个地方了。我在想以后要我之前想说要不要放一点灯啊，好暗哦。然后这里灯又开不了，可恶。然后这边是厨房、仓库，然后这一边给小孩子玩的吧？为什么给小孩子玩有这个东西啊？感觉有点诡异。然后我们的这一边，哦，他在耶，他在耶，给你吧，最后一个了。然后还有这一边是有那个金库，然后这边是给提浆斧的地方，大概就是这样。天啊，我是觉得这边当时为了这边我们跑了多久啊？超久的吧，就是为了要修复那一边，然后就是一直跑，一直想办法修复好哈。然后上面这边的话是我们的老公的家乡，然后那个是 Robbie， 然后乞丐呢？那个不可以算乞丐吧？难民吗？我不知道要算是什么他不在，我不知道他去哪里了。走吧，我们上去看看。呀，有这一个，等一下，你到底有什么障碍？苦头，哦。给过了，那就算了。然后上面这边就是有那个火车，然后这边的话是那个温泉，在上面那边有一个洞口，然后是可以去那个巫师的老婆的家，大概就是这样。天，好久没有来这个地方了。这里是那个呀，我在走错路。这里是那个温泉洗澡的地方，恢复体力的地方。看到没有？哎天啊，我其实穿的那么美啊，为什么我自己都不知道？哇哦，好久没来这个地方了，耶、yeah ！然后你就这样子泡的话，你看你的体力就是会一直上升，这样，大概这样。我好久没来这个地方了，因为我觉得很没用，对不起啊，大家怎么感觉有点没用啊？那我们走吧。好，换好衣服出来了。7:10了，我们也逛得差不多七七八八了，那我们就先回家吧，等10:00吧。感觉这系列我跑得蛮快的，时候我还想说可能明年才会结束，结果就是差不多就是12月这样子，我们就已经差不多可以完结了。对，然后这个系列算是我做实况那么久第二个还第三个跑那么久的系列吧。对，然后也谢谢大家就是一直追随着新路谷这样。对啊，因为我个人还认为说，就是因为常常都去挖矿啊，然后
然后那个什么，挖矿啊，然后钓鱼啊，然后要想办法努力的赚钱，然后就是怕大家就认为大家说就是会挺无聊的还是什么的，但是就是真的很庆幸，就是大家一直追随着这一个系列这样，对啊，你该都搞在一晚上，好，那我们就等10点吧，Let's go。好，10点了，走吧，我们跟18点睡觉吧。好，然后一样呢，今天总共赚了应该有10000吧，应该有20000吧。好，21636。好，然后我觉得我们的今天实况就差不多就先到此了，没有错啦。然后就是第3年了，然后如果喜欢我影片的话，可以按个赞，然后随时继续我在我的更新影片这样。对，然后我们已经第3年了，天啊，好快哦，超快，超快，超快，然后差不多了吧，爷爷，爷爷来了，噔噔，好，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我要去找爷爷吗？走吧，哇哦，哇哦，长 Cherry 了哎，哦吼，呀。好久没有看到春天了，然后我们先过来找下爷爷吧，走吧，这里，好可爱！You found a spectacular statue behind the grandpa shrine。哇哦，是一个吗？好酷哦，猫咪耶，猫咪耶！好，然后我觉得我们的实况就先到此了，然后也谢谢大家陪伴了，那我就对，然后。我是不知道要不要再继续我们的沙丁鱼啊，可能接下来继续的方式可能就是用直播这样，对，然后就看一下观众的意见啦，对，尽量多一点留言吧，真的，因为娜娜其实挺喜欢看留言的，所以如果有什么感想啊，还是看的影片有什么感想，有什么想说的，就全部都留言下来吧，对，就多一点互动也好。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此，谢谢大家收看，所以就，啦。